机体阿巴瑟会提供建议。弟弟，一小生物，你可能派得上用场，千万别让罪恶之源失望。有机体阿巴瑟不会输，必定胜利。准备开始，十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战斗开始。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祭坛终于出现了。各位英雄，占领祭坛，动作快！看来你吃的不少，人不够多。全部射击！
出我的地盘！快占领祭坛，这样我们就能重创绿芽王了。违抗绿鸦王的人都要受尽折磨。战斗！占领祭坛的人就能使用它。我说的就是你。我的本王不在。守墓者，你的末日到了。守墓者，经过改良，这个地盘强化是我的，我绝不会回去那可悲的矿坑。
击杀，就等着受苦吧。金花很难出，那些祭坛就会是我们的了。祭坛，别让我失望。日亚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。执行中，我会消灭日亚王。这是我的地盘，听见了吗？看来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多。敌人死亡，做得好。死亡不见你。各位英雄，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，要塞遭到摧毁。哦，我的英雄也会获得这份大礼。我们的塔沦陷了。坛再次出现了。同意。即将就绪了。在绿亚王的脚下赶到之前，占领祭坛。建立，你想好了？每个绿亚王的人都要受尽折磨。我们的塔会击溃绿亚王，准备开火。啊，真可笑的对手，滚出我的地盘！准备，祭坛从迷雾中升起了。又出现，快占领他们，英雄！开火，消灭掠亚王！
的战斗。摧毁要塞。为了重聚。所有的塔都落入我们手中了，我们的攻击将会消灭绿鸦王。要塞遭到摧毁。很好，让祭坛升起吧。要塞遭到摧毁。让绿鸦王的魔爪燃指祭坛。双城三重击杀。做得好。接受。鸦王，尝尝我的力量有多厉害！我们的塔会击溃绿鸦王。好准备，祭坛从迷雾中升起了。漂亮。
六座塔都是我们的了，准备开火。MVP